全球家居竊聽大危機，只要你屋企有電腦，上到網，你屋企講嘅説話就已經被人偷聽。竊聽功能會收集你嘅個人情報，了解你嘅喜好，個人私隱被全面公開。好多人中咗招都唔知，實測網絡竊聽有幾誇張。留意3月9號星期6晚，東張西望揭發電腦竊聽危機。